谢谢您啊，谢谢大家伙这个热情的掌声啊！来了不少的好朋友啊，哎，欢聚在我们德云社听听相声啊，这什么呀？消遣娱乐、放松的一种方式。对，好多的演员呢，尽己所能的给您各位朋友带去欢乐。刚才这也不错啊，说的好啊，好节目。对啊，这个节目来说叫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是人家刘春山刘老师自己原创作品，带人合作伙伴的叫冯一凯。给您表演这么一段，说的相当的好，哎，观众都是捧腹大笑。那可不嘛，说的也好，唱的也好，哎，小包袱设计的呀，特别的巧妙，您层次不穷啊。让人家休息休息吧，嗯，这场换上我们哥俩来了，再跟您聊会儿天，继续表演。好多朋友对我们哥俩也不太熟悉啊，不是什么明星大腕儿。对，上台来呢，跟您做一个自我了断，要死啊！要死。那我也要死在天津啊！给我介绍介绍一下自己啊！演过刘明，演过刘生，是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不需要了啊！嗟来之食，不要也罢。我的合作伙伴姓朱，叫朱鹤松。看得出来，大家伙都不是交朋友的人。听相声是看捧哏的。朱老师现在不错，朱老师现在这个事业上升期呀。哎呦，谢谢您！好多朋友慕名而来呀，就为看看他。哎呦，受宠若惊。老客气。嗯，因为这个朱老师啊，在这个相声道路上啊，嗯，确实有一定的地位。哎呦嚯，地位谈不到啊，就是有您一席之地。哎，行行。这真的啊，尤其在捧哏这方面啊，嗯，这个整台的节目，这个好多演员都看全了。嗯，人家捧哏呢，跟大部分捧哏不一样。哎，我这是传统的那种啊，跟传统没有关系。金味相声。哎，捧哏方式啊，有点区别。对，这叫什么呀？有自己风格。哎呦嚯！哎，其实这都该这样，不能千篇一律。对了，对吧？你说好多那个文本里那个台词，啊，对不对？都有。对，其实文本都差不了太多，嗯，那个文本要给您，您背几天也能背下来。给每个人的表演传达的方式不一样。那可不吗？嗯，比如有的人吧，拿这个文本，他说话的方式不一样，他表达出来也不一样。真是。朱老师是什么呢？啊，就不看文本。哦。想怎么表达怎么表达，嗯，但是这样呢，恰恰的让一帮朋友爱看你。哎呦，瞧瞧。以至于每天的表演的都有这个新鲜感。嗯。这是好事，那可不嘛，好事，嗯，这个坚持下去，哎，这个继续努力，多努力多努力，是不是？甭说您了，我也得努力。哎，咱们共同努力，共同提高。对啊，两个人嘛，那怎么话讲的，就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。对了，共同进步，咱们争取咱们哥俩早日奔小康啊。这个不来德云社也能奔小康。哦啊，家里条件好。对，正常来说，现在家庭都算比较富足，嗯，更正常生活没什么问题，是，就是好上加好，哎，更上一层楼吧，那可不嘛，你都羡慕有那些明星演员，大明星们，名人一演出啊，好多人追着听捧着听，哎呦，我也羡慕他们，最主要的，人家挣的钱也多，那可不，那都挣海了呀，都，那这挣的太多了，哎呦。你郭老师啊，这郭老师整个德云社都人家买的，人家买那个大别墅是吧？可不嘛，大别墅，买那个大别墅，那单层三四百平米，你想想，那白给咱这么多住不起呀，每年的物业费得交多少钱呢？那可不，那个没火费一年不少，没火费，还点炉子呢。不是，就是暖气费啊，水暖这些确实不对，水电费真是。啊，人家家里的北京的大别墅啊，住那个都独栋的，对吧？对呀，啊，不住那种联排呀，啊，独栋的。就是平地突然唰出来一小楼，大楼边上什么也没有，哎，方圆四百公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就是那就独栋，嗯，那叫拘禁呢，这独栋一家是一家。哎。楼是地上四层，嗯，人家还有地下室呢。有啊，地下十四层。对啊，要人有钱呢，先着石油了。住那大房子，其实来这有时也羡慕。你
甭说他了，岳哥，岳老师，岳哥也是大富大豪宅，嗯，有时候像那好多近二年这个几年的挺火的孟哥他们，哎呦，都住别墅，大豪宅，开那个豪车，哎呦，那个大汽车，给咱加油都加不起，真是，你真是，你都得加那个，都得加那个高度数那油，油闷闷，有91度的，对对。100度就开了，就开了，暖风就出来了。对对，不是开多少度的？您说这那是汽油，汽油开多少度的？9295加型号不加度数。您说这是柴油的冻上了都，往上浇热水放化了。跟你这还冻？那多新鲜！您家有柴油车啊？你家开拖拉机啊？看不起人那怎么？您看不起，您家开什么的？柴油车。不是什么汽车开加柴油，我不太懂啊。就是你什么车都能加柴油，别惯着它。上来就加98，你再换柴油那就不薄了。直接真加柴油的，那车加95的，他买来我一直加就92的。都跑也跑着呢嘛，是没事没事，不是95你加92没事，我没有加柴油的呀，柴油便宜，加试去啊，我那是汽车，汽车是统称，那有一个写着的油箱往这里拿，我加试去，人家没往往这里拿，人家没往下，你还能见你位置，我气就在这儿。不是人家也分吧，汽油车、柴油车、这个气儿车，对呀，分吧啊，汽车就不用加人话，一装老北京了，气儿车，我气儿加气儿的车，哦，哎，这意思啊，汽车，我那就是汽车加油的，有你加着天然气的，那我咱不懂，我不懂，不瞎说，贺松就这样，你妈不瞎说，不加98加柴油。这不瞎说，绝对能走。不走，坐我嘴巴子。不是，那发动机换算谁的？4S的。你大伙儿真脑筋儿，你跟我。多新鲜呐！光着正修了，大哥。对呀，这都得大修。那可不，那是人家会修啊。对呀，我发动机呗。对呀，你头一年你不得走在保里边。刚出门就保去。那你也不可能，你这跟骗保有什么区别？你也不可能刚加柴油它就坏呀！你说到那人家给你加柴油啊？啊！你开迈巴赫开那，师傅来柴油。迈巴赫开那个豪车来，那都属于。那你告诉我啊，加98的也不是豪车啊？我开夏利，我加98，他都不让我加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油。那不能这么说，这人人平等。不能这么说，你有钱就得加什么就加什么，对吧？不是，你得分型号啊。哎，我花钱就行，到那我不加油，燃油宝给我怼满了。这看谁一份来啊？哎呦！全是我是。这个月业绩全是我能下来的，你是真有风险，你是每次都那么干。对呀、啊，每次我到这儿，我一下来打一个人面，我不加油，忙啊，不加啊。先说好，我就把他的银牌给我往里倒了。不加啊，赶紧拿回来。不是加那个，不为了这个润滑，对机器好。哦，不用，不用，我这么说的。4S店，坏了休息。别老想着修，买辆车不容易，就像咱们这个，对吧？挣几年钱买辆车，真是人家那都好车，好几辆豪车。对，你像咱们这个，还有一车还得限号，还得有一天歇呢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人家哪天都不歇，哪天都能开。都是大汽车。对，家里买好几辆，往先生那个三五辆车很正常的。那太正常了。对吧？连保姆人家得开那好车出门。你瞧瞧，对吧？咱都不混的，还不是个保姆呢。对呀、啊。对吧？想好也想好。对吧？你至少来说以后开那个豪车，住大别墅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延伸广就加满了，对对对对，对吧？也想这样，但是这个来说吧，有的人的那个天生的人就这种。哦，你看郭老师，郭先生，年轻的时候有的那个人就说了，这个长大以后，人家等上了一定年纪吧，20-30岁了，早晚好起来，能成功，不是时中之路。哎，对了，是不是？
真的了不起，人中龙凤嘛。确实是啊，能看都能看出来，这还能看出来？能啊，能啊。你比方说吧，咱举个例子，你比方去谁家，看谁家有那个孩子了，嗯，有那尤其老人啊，都这个把孩子抱过来，看看这孩子，哟，这孩子可不错呀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模样，肥头大耳的，有人夸人的啊。这小模样长得长大错不了，这长大以后当官的，这看着长大就是大学生，有这么说的吗？这不，这不是夸孩子吗？这名义上夸孩子，话不给人大人听的吗？那怎么说呢？哎呦，这孩子长得跟胖子似的，你家长嘴巴子就上来了吗？不是，有的那个不好，不是那个孩子，人家不这么夸。哎呦，这小宝贝儿挺耐人的，完了，那个都是好话，就到这就完了，能看出来。家有这老人的，人得懂一些这方面的面相，可能看。但是我觉得郭老这成功跟人家努力是分不开的。你说这个，他努力，努力人多了，德云社多少努力的，那都不如郭老师啊！他是拿起来嘴就说的那种啊，就别管你问他一什么，唰就给说出来。你不也拿起嘴就说的？咱可不说人家，石油加柴油，不是。张嘴就来，人家说着评书、唱大鼓、京剧、拍电影，卖这个、囤这个、卖那个，人什么都什么玩意儿，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可以。好多演员都这样。谁呀、啊？谁这样的？谁有这么大本钱？什么本？所以谁这么努力的？哪个不努力啊？前面刘春山不努力，就努力成这样了。努力四十多年了啊！对呀、啊，这不也是成功的吗？不是挺好的吗？今天打车来的。还有老王，后头连个连辆车都没有啊！这就好了。那怎么你老跟着有钱的，你别老跟那个比，那谁跟那个福布斯那个榜上的前十名比，都得死去。你别跟那前十名比呀、啊。跟后十名比，我也比不过呀。对，你别跟那比，你跟那家门口那个大爷。他多大？我多大？啊，小大爷。对吧？我三十多的，我跟七十多的比，我比什么呀？比谁死晚？我说你别说幸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是幸福啊！幸福的东西很不准。对，所以说你努力就能成功。你老是不是？我不否认努力能成功，能成功。只能说努力，他不努力吧，他肯定不成功。哎，但努力了不一定能成功。哎，你看我就跟听懂了似的。你看德云社好几百人啊，谁不努力？都努力。谁混吃等死啊？哦，那可不嘛。谁是躺平的状态？都没有啊，这真是都是那都那个劲儿，是吧？可不嘛，你就咱队这些演员吧，啊，前面几对演员这些到咱们这场吧，前面五对吧，啊，谁不努力啊？都说的都搞笑着，天天台里都背词儿，那可不都得看，研究段子，研究新节目，学习玩都不容易。对呀、啊，我玩儿，不是玩儿，玩着练呀。就天天那个词儿背的比谁都熟，对呀、啊，这个也不一定最后啊能达到多高的高度。哦，没有什么高度。咱不敢说未来啊，肯定没高度 啊。但至少来说，有好多人天生他可能没有那种命，就是没那把脸儿。你可怎么理解？这意思吗？理解啊、那您得有点消息啊。你就刚才有那个、啊，现在好多人长得好看，你看明星脸。哦。这您没听过这词儿？知道，就是他长得像一明星，我这我能听出来。你比就在你面上。有这个明星脸，我这不是长得不错，以后错不了。对对对，就这都带得出来。这还能看出来？能看得出来？我还真不知道啊。而且来说，有的人，您比如咱们啊，比如咱们哥俩来说吧，比如咱们哥俩多努力，也努力啊。咱一年也挺上进的。那可不，你看我这几天，我真是啊。多努力呀、啊，多愁啊！对呀、啊，都开始掉头发了。真是的，哪都开始搬秃了，谁不努力呀、啊？哎呀，真是心里事儿太多了。你可不吗？啊、但结果呢？结果到年底了，都这没什么结果。对，那可不，那是央视春晚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啊。你看看还没打电话呢。对，那我这边也该掉了。对，你不是光努力的事儿、哦，人的命天注定、哦，打你出生，你这个命运这一辈子命定。安排好了，所以说咱们就得信天，是这意思吗？其实是这个意思。哦，人不能跟命争。哦，你这一辈子挣多少钱，花多少钱，你活到多大岁数，都给你安排完了。哦，你这辈子，你跟谁过日子，你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，啊、哦，都给你安排好了。
等于你现在信宿命论这一套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人不需要努力，就是上天定好的，然后就是不用对社会产生贡献，是这意思吧？有的人你看看，他就这样。哦，有人天生了，人家那个不努力也成功了。谁呀、啊？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说完了就得罪人。谁呀？你管呢？管呢？怎么那么幸福？他怎么不努力就能成功呢？这有啊，哥呀，有这种的，有这样的人是吧？你比方说郭文强啊，他还不努力吗？他还不努力吗？投胎的时候，他多努力呀、啊！投胎这个家庭，对吗？打出生那天起，这到他死都不用努力了。是是，那真是含着金勺出生的呀！你可不就这样吗？哎呦，我连个新袜子都没有。就您这是，你这人家就是命。对，这就是含着金碗豹出生的。金碗豹都黄了，含着金碗豹出的，好得了吗？对，我就说人的命确实有一定的说法。我对这还真没研究。就包括那个我们号称演员叫刘晓彤，哦，就刚才那哥们儿，逗完的叫安肖峰，哦，就那个安肖峰，就这名还好记啊。啊，是我记住了。你说包括这名，有的因为这个姓儿不常见，姓安，啊，不常见。对，相声界可能除了就他一个姓安，哎，就他这么一个。可能演艺界可能多一点。谁呀？你比如说。安以轩，啊、安以轩有安以轩，安七炫，对，安七炫啊 ，Angelababy， 对，安氏四杰，可能有点啊。他那搭档刘晓彤，曹鹤阳徒弟，对呀、啊，人家是道士，哎，对对对，他信道，他是一个道士，道士，会算命，对，会给人算命，算你这个命运几何怎么样的，人家这方面人有一定的见识，对对对，你包括天津有管这个叫什么看香门的，哦，看香门的。对，开箱门的有这种的，自己感觉我想看看我后几年的运势如何，找人家算算去。哦，现在就这种能在明面上说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这玩意儿又不涉黄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放心，我这个犯不了法。开箱门没事是吧？开箱门可以去。啊，这可以去吧？不是有这个职业，你怎么不提呢？有什么不能提的？现在还有搞封建迷信这一块？什么叫封建迷信呢？这不就是封建迷信？这能信吗？这玩意儿？那是你不信，有的是人信。这咱就我信不信，我可以，我不重要啊，我就不犯法是吧？要犯法别带着我啊！要不犯法，我可以跟你唠一会儿。就他们这个行业，先让提，就是让提。让提，让提，让提，行啊！你看就是他们，让他们录像就没事啊。那我不知道啊。我在家就是玩游戏的。那你这我这我信这个，因为我老有时候总让人瞧一瞧，也不能老算。不老算，有人说这个命呢越算越薄，哦，不太好。哦，这个你比如说隔个几年你看一看，看看你这近20年的命运怎么样。哦，你说要信这个？哎，信这个，那挺好的，信有个信仰嘛，人有个信仰挺好，别管是怎么歪的，是吧？哈哈哈哈哈。怎么歪的呀？有一个信就挺好的，你信吧。就是你这看病似的，有的人得了虚病啊，虚病就是医院看不了，就得让人家看哦，烧那黄纸，对对对，嗯，还是家有孩子吓着了啊，烧黄纸，嗯，大师过来得叫一叫，这是虚病，要气虚呢，来点黄芪，肾虚呢，来点枸杞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爱开玩笑？嘴怎么这么碎呢？欠儿欠儿的，这是。聊点正事儿，聊点正文，你看你那把脸儿，这是正事儿吗？今天跟我聊看香门，这是正事儿。跟你聊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正事儿吗？我不信，主要是。就是你生活当中没接触过这方面吗？没有，我真没有。我周围这样人少，周围都是那个。就是这东北。东北有那种出马仙，你听说过吗？我听说，我在那哪顶仙的出马仙，我在那个手机那个头条那 APP 里看过。头条 APP 啊 ，OK， 就说什么呢？就说东北有出马仙啊。找人算过吗？没找过。找算算吧。啊，倍儿灵。这不都骗子吗？咱们在这儿。哎呦，还气死我了你！我在东北啊，我戒指丢了。我找了4个出马仙给我算，答案都一样。
说拿走那个人就放心的拿着，倍儿灵，哎，倍儿灵，有个落好的，哎，啊，你也信信这玩意儿？我不信，你老找我，我不信。你要真信这东西，你算算，有的那个人用他的命改你的命，我不用，我见面都这样了，他这还不见得有我的。你就琢磨那个老仙儿能找上他，对，他不是凡人。你想他这命要好，他能给我吗？算算，我半天你都不给我。他是为了修仙得道，哦，他做好事积德，出虎洞名扬四海，对吧？我不懂。抬腮，横批有求必应，一合作。那个，我这兄弟，这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就是说人家这真的是帮助，能帮助你。有的人命就是不好，但是人家能帮你啊，稍微改动一下，你至少来说吧，你躲一些儿，比如说吧，有小灾小病的，啊，躲着点，就躲过去了。哎，那你给我看看行吗？你平常怎么的，一下就顶完了。妈的，偷零件偷彩金啊！这顶天顶是顶什么动物？这能问吗？能说吗？我不领线儿啊！我不领这玩意儿。你那你聊点别的。只是我懂这方面，哦，我懂是粗浅的，哦，复杂的不行。我也看一些他们关于这方面的书籍，哦，一书一经之类的，哦，或者是伏羲八卦，哦，对对，这些我看一些。啊，你竟然看这些？哎，对了，相书、相经，啊，就这些。那怎么还没出马呢？出马你得顶仙儿啊，得讲究缘分，是吧？对，你先得请老仙儿去。真是，那您可得努力啊！看这长相，比一大泥，对对对。大泥，娃娃鱼，我娃娃多真。那哪个顶仙顶上娃娃鱼？保护动物。那他不得红黄白柳灰吗？太常见了，太常见了这个动物。我顶妥协。哦，不常见。你们都顶活，我顶死的。我顶个妥协去。还挺搞笑的。事业线，还有你的生命线。哦，咱这都写着呢，这都。上写字儿。
那些数学的上命先。哦。就你看看你这文，看明白了吗？没看明白。对，你看不明白呀？啊，看明白你就干这个了吗？对，你这文不跟别人不一样。我这怎么不一样呢？你这是一横一竖。哦，加号。没有丁字。哦。我说老大嫂呢？什么丁字裤啊？你丁字文。哦。别乐了，别乐了。谁乐了？别乐，别乐。你那两横连在了一起，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爱情就是你的事业，你的事业就是你的爱情。你要什么呀，大哥？你很猥琐呀，大哥。就是你在你的事业当中能找到爱情啊。哎，没错，没错啊。这叫什么？叫冲煞文。冲煞文。你说哥哥，哎呦，这这。煞，哎呦，第一次说到这个字儿，你平时不说冲吗？冲煞，冲煞，煞，一听这个煞字儿就不好。谁说的？阿煞。你们前面还有乐的人呢，东北都没人乐，到天津的东北网红了不起，你们真了不起，煞。就得有四点指那个煞，对对对，就是一骂人，就你那个煞，就什么那个，你这煞气，因为煞不好，有个地方叫断掌，断掌，对了，因为这一横啊，把你手断开了，哦，也叫横纹，他从哪儿断的？从这儿断的，从这儿断的，这儿呢，弯的不？冲煞文，冲煞文，掌中横生冲煞文，年幼一定受孤贫。若问富贵何处有，你得克去本夫令下人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现在你这爷们对你不好，不好，对你有一定影响。哦，要想事业更好呢，管家当。对。再找一个，找的问哪儿呢？找这种胖人，胖人，胖人，越胖越好啊，越胖越好啊，巨大的胖，哎，巨大的胖啊，这属于半吨那种的啊。胖人呢属水，水是财。你包括找那个最好找那个靠海的城市，哪儿靠海找哪儿的好，哎，水财嘛，财源滚滚嘛，对对对，对你有好处啊。我现在想克死你。对，大哥都说了，先换我，再找别人。我是男的，我是女的呀，我。到这儿不自信了啊！到这儿自信一点，自信一点。这一看，老姐姐吗？这不，我是男的呀。我女的，男的，女的，真是男的，绝对是女的。我绝对是男的。不，你信我，咱俩是不是得当户口？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男的，我们男的有婚姻啊！你看，没有。我是变种人，其实我是蜥蜴人。蜥蜴不没眼睑吗？他不是眼睛有问题吗？还没成功呢，先玩试试。行了行了，我这寝室不能瞎说的，你还老玩这东西，讨厌这个人。我是男的，你信我行吗？行，我信了。不满足我这说吗？我说的，跟蜥蜴一样，跟那蜥蜴一样。哎呦，就是西方的异形。真的，哎呦。注意措辞了，说话也没说，我也没说话。不是你说你想证明你是男的，你才要探手这个东西。中国人讲究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。你现在有只手吗？我现在不是左手吗？你是不分左右吗？你从哪一边算？问题是，人家观众看着这边不就是左吗？左，还算是对，这边人家就是这边就是左呀。以镜面算是吗？以对面人多人少算，那边人多就以人家为准啊。弄一次上
选你说少先对您怎么敬？少先对这手啊？哪手这是？这个左手啊？这不这手是右手啊？手是右手啊？聊什么？不是你这思维这太混乱了。是你思维太跳跃了。不是你别老节奏那么困难啊。别有的好家伙，要没你这局就都逃下班了。对，来吧，不想看这手对吗？看飞机上空我都讲完了。哦。不是要拍死我是怎么着？搁这儿你看呀。对吧？南哥，你用你自己这边是左手，人家看。他再怎么看，只是说他这方向你这是左边儿啊。我不看不到你要输液是吗？干嘛呀你啊？我姐，这不是礼貌吗？这不是？哪有礼貌啊？我打扮哪是礼貌啊？哎，别笑了，别笑了。行，看这张，这张，你们都放这么长指甲干嘛呀？这个指甲子。你留那指甲干嘛呀？没用，你真贱。指甲这是。行行，爱留什么留什么，这局怎么留下来？这鞋带不长。就这一个啊？你手还挺痛。二十三趟还算一算吗？别笑了，别笑了。我这网也没有处理方式啊。在我的字典里写不算包。你平时不都这玩意儿？就你拿到洗衣棒子，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。跟我自己乐，我自嘲。看看这手吧。您干嘛呀？变成这边？跑着跑着，擒拿来了。我大伙儿看看。哎，对。你看，上次文，上次文，这就两分一输了你。吓死了。这个节目包袱真多，都逮不出来。我死讨厌这句话，这我死腻歪这句话，都摘不出来。说句包袱，谢谢我。两横一竖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对对，哎，爱情线，世界线，生命线，这份好。哎，对了，看看吧。嗯。子为龙，长为虎，直取龙吞虎，不许与虎吞龙，龙吞虎必受虎，虎吞龙必受熊。哎，我里外好不了。得有个好的，知道吗？龙吞虎必享福。哎，有个不错的。哎，掌心八必发家，掌心不发不发家。嗯。你这个掌心，哎，四八不发。哦。衰命。什么叫衰命啊？衰命就不好啊，衰不了你吗？就是一个那个，一个那个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尿。哦。这什么意思？尿衰命，衰衰命。水不就是财吗？你得找那个水的。哦，不行，这自个儿都不行啊。对，你自己不行。奇怪，太衰了。哦，这是太有钱了，这意思。这命很一般，这不算叫好命。那肯定。不算叫好命。对对对。哎，啊，简单看看，简单看看手背。哎，你看手背，看看。哎，您手。我不是要求你跳舞，看三本四在这儿，还挺喜欢。我看出来什么说什么啊？说吧，我也是瞎说，别往心里去啊。爱说多防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大事儿。说破无毒。哎，该洗手了。嗯。你吓死我多好呢，看看吧。哎呀，这脱棉挺粘。我糖尿病。是我笑了。谁的罪名？是真的，走完包我自己都得问我，这算不算？笑了，笑了，挺好的。自杀。对，这今儿观众真好，包容心真强。要换下我早昏过了。这个手背看什么呀？看福筋。哦，这个。胸筋血管。哦。胸筋血管。嗯。你这福筋。真白。
夫君若露骨，老来必受苦。夫君不露骨，老来必享福。你这个夫君也是似露不露，注定啊，在你四十岁之前不会有太大的作为。四十岁之后呢？你就习惯了。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对不起，也就简简单单，也就看这些。我手上能看出来这么多讯息。哎，你就怎么样？哦，还不错啊。能看出来点就不错了。有点意思。还确实不是那种胡说八道。当然了，咱看过书。哎。而且你要说给别人看一些东西，可能兴许没这么灵。对。但我要真给你算一些东西，看的绝对比别人灵多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哎。看看你面相，说一些东西，绝对能说服你。忒好啊。让您今儿给我跪这儿。来吧，我等着跪呢。不用打，你才贵。啊，是啊。别笑了，别笑了。看面相，杜可松。我说别，我看面相，我安静一点。老金，你还看我？面相看什么呀？看五官。五官。眉目鼻口耳。嗯。眉为饱受官，眼为监察官，鼻为审辩官，嘴为出纳官，耳为采听官。嗯。这位五官，五官有一官好，必走十年旺运。五官有一官不好，必走十年败运。那我这个总有一个特点。什么特点？都在前面。多新鲜！都在后边，那是比目鱼。都在前面啊！这是躺着呀，还挺喜欢躺着这东西啊。看看他这个，看看你的眉毛，眉毛还很不错。眉毛。浓眉。哦。哎，那个人家说这个五官啊，一浓眉啊，显这个五官比较立体。对对对。也好看。平时修眉吗？平时我经常修眉。多修。哎，我天天修。哎，把那个散的那个一根一根给修下去。对，我一根一根剪掉它。哎，修下去为什么呀？这样不散财。你瞧，这是聚财的。哎，这财全是这儿管着了。对，有的人修钝眉。什么叫钝眉？就是在眉毛中间啪来一下，哎，眉毛断开，这不好。哦。你想财断开？你看这一下完蛋的完。那好。你这还很不错。我这还可以。你要非得说啊，非得。挑点小毛病啊，鸡蛋里挑骨头啊，有点高度，就是眉毛稍微有点高，眉毛长得高了，对，主要是眉骨，眉骨有点高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说你眉毛高一点，你要说我的啊，要想事业更好，哦，更想能挣大钱的话，上医院做一个手术，什么手术？挪眉，上医院挪眉，对，挪眉啊，不是给人弄没了啊，换个地儿。包地方，换哪儿？往下挪一点。换到哪里比较好？往下挪多少？看看大概。看看你的身材比例。睫毛。挪二尺。眉毛往下挪二尺。这么一大块。对。嗯。挪到这个手指上。为什么？您说一下手棉花呀。我把眉毛挪这儿来，上医院去做，人医院管吧。你跟他说呀。我就是逆天改命，这个走不了医保吧？这个医美的医院都够呛，都够呛，不便宜。哇，你跟他聊聊，聊聊。你要师傅，你把这刮了，往这植。我要把这刮了，往这摘，是不是更便宜？它不长吗？哦，不长。你说我植个发吗？那个快了。植个眉。哦，植个眉，我想试试。哎，以小见大。哎，你拿手指头，一边指一个啊。哎，就是一正一反，位置阴阳。你那看你自己，而且位置就行。总华子损龙传人。眼睛。眼睛往下挪。挪哪手指？是。我有挪中指上的啊。中指上看人，把人敲扁了。这中指看人，肯定是挨抽过。掌心。哦，这样了，哎，是吧？对对对，《封神榜》里有一个人叫这个，对对对，杨震嘛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以后上那个娘娘宫里当太岁，还挺门儿的，聊闲玩一门儿里头，哦，这个别往下挪，聊正门往哪挪？往哪儿也不挪，哦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眼睛啊是什么？有一个致命点啊，你这个就是不是人眼。我这眼不是人眼，你看，是你看啊，皇上啊，龙眼，对呀、啊，皇上又一生气，龙颜大怒啊，这是个谐音梗，这不是龙眼，龙眼不是吗？龙颜，哦，龙眼大怒，龙颜大怒，龙颜大怒，但这眼睛叫龙眼。
对，龙眼、啊。对，不是桂圆啊。我、哦、没不是桂圆啊。太无厘头了，这个。那你这不无厘头，你这个。龙眼，你比如说皇后那什么凤眼，这是凤眼了。对，这是龙凤。对，你是什么呢？我是什么呀？鸡眼。太好了，我这应该被拔掉。眼睛有点小，我也有点小，怎么办？贼眉鼠眼。哎，我眼太小，影响我看的太。眼睛是什么呀？心灵的窗户。哎，我这小窗户。对，你人与人之间交流，我就看一双眼睛了。这个交流。可不嘛，你眼睛交流太少了。嗯。要跟我上医院。怎么办？做个手术啊，开个眼角。我孤症又刺激。不眼看路啊，这个开个眼角。从这儿啊，开到后边，开外边眼角啊，那开眼角不是开里边眼角吗？哎，里边才多大量？啊，真是，对吧？一尺的量，不是这样，这样量大了，非得往后开，哦，前面都得开开了，前面可以开对了它。那你要这样开，就量更大了。那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对不对？你往下抬以后，你这个还高，就是你眼看人低了，对吧？那不行，横着开，横着开，横着开，后边多少连一点筋儿，哦，多好啊！对，你未来的发展不也好起来了？啊，你万一演这种四面体育馆那种的，啊，四面都是观众啊，别的演员还得回头，老得给一个后脑勺，嘿，你不用吗？啊，你眼睛就看他们了。你想想，这以后这就连这一点心儿，我一生气，夸一撩开，九头蛇，人好。去年人家脱帽礼，你这早就拿出来了。好，哎，别废话了，哎，跟头套一样。嗯，跟我去啊，去啊，我在房里去。没问题，我完了。鼻子，这鼻子，这鼻子太刺激，长得高，开鼻角。这鼻子败鼻。拜安德拉拜比吗？是安德拉拜比吗？什么什么好？塌鼻梁，先说塌鼻梁啊。对，没赶上塌。我准备从这儿摘一块骨头，然后放到这垫上来。对啊，哎，摘哪儿搁？摘一个骨吧，核桃骨摘下来搁这儿，怎么样？那垫得上吗？那我俩这问大夫。不是，这个不影响，这时候没赶上塌的啊。对不对？男生来说高鼻梁、粗鼻梁啊，就是好。我就准备搞一搞它。对，这不是重视一点啊。你有个硬伤，你的鼻子什么伤？有孔。有孔？对。是错吗？对面漏孔，漏财的意思。哦，全缝上吧。这我从肚脐眼。对，就全露出去了。真是，我长得就像一个没底儿的瞎子啊。听我的啊，上医院。怎么的？做手术啊。堵鼻，堵鼻，把这鼻子堵上它。这真好，我正有此意。反正现在大夫不喘气儿了啊，反正已经快没用了。对呀，反正你也鼻炎，对，堵上它，彻底让它失去作用。哎，要不晚上还得工作，挺累的。还真是，彻底歇息。以后通过皮肤呼吸啊，对吧？开除皮肤呼吸啊，那我怎么呼吸呀、啊？嘴呀、啊，我用嘴、啊，嘴太忙了，又吃东西，又呼吸的，那鼻子能乐意吗？嗨，你就堵上他，你管他乐不乐意呀、啊？你别损失他了。哦，那万一对嘴有意见，嘴有什么意见呢？那我你问问嘴去。问脑袋，问嘴干嘛呀？那不都对脑袋有意见吗？对对对。换台真圆，别嫌烦啊。来，嘴干嘛？你这嘴呀、啊，啊、嗯，长得高。有孔，不是？你这干嘛？你要干嘛呀？不是你，我就是配合你嘛。我得看，我得把这几个因素全融一块，我得想哪个医院能收我这样的呀？我得上哪个医院，我好张得开嘴呀？我得找一大医院。不加油。我得怎么干啊？是精神医院，我得找一个这种医美的，我也天目无客。这把你嘴敲碎了，嘴太硬。你这个嘴呀、啊、有点小。我嘴还小呢。长什么呀？我嘴可不小啊！别看我嘴小，但是我能吞天地。你看有人理你。天狗啊！对不对？人家都聊大嘴，嘴大吃八方嘛。
对吧？你至少有那能把这全都吞进去。哦，真的哦。你看还吞多少？吞两个手指头才。还真是。太小了。啊、哦。你那一半都吞不进去呀、啊。那怎么办？就你上医院啊。开个嘴角，上医院开嘴角，沿着眼角这一块还从这儿啊，开到这儿，我的眼在这儿了，我眼这道子在这儿了，嘴在这儿了，那眼珠子不就上这儿了吗？坏了，不好看人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嘴里看人，全看脸了，对呀、啊，对，连点心吧，连点心啊，都是放炕上。都是翻盖的，手洗都不出去了。行了，你防骨啊？对。啊，耳朵长得高，看耳朵眼儿，得破孔，那这算算大了吧？耳朵破孔，破耳朵眼儿啊？您这不是破耳洞吗？人家你这样怎么琢磨的？我耳朵不用，啊、你耳来就行了。行吗？耳垂要稍微再大点才好了。哎呦，还再往下大了点。哎，再大点好服气、啊。哎，我弄一个重物，我坠坠的，行吗？我弄老虎钳子上，一蹬。不变，拿放明针。嗯啊，耳朵还行，不薄啊。哎，并不薄也是。对，能有点小福气。不薄。哎，嗯，从你这个耳朵，给你看看你的流氓大运。流年大运。流年大运啊！哎，看你仔细瞧一瞧，看我能不能火爆2023。哈哈，我就现在告诉你没有啊，从年底的活就能看出来没有。看看2024吧，2024也没有啊。今天到了，但是啊，属什么的？属猴，属猴的啊，属猴的92年的。对，92年。哎，那就算上了。哈哈，那我属今年。属什么的？啊，属20的。结婚了。结婚了。哎呦。媳妇儿比你大比你小，比我小，比你小，比我小，哎呦不好，不，为什么呀？不，我就是生气。凭什么？你也生气管什么呀？凭什么你娶小媳妇？不是，小也小不了多少啊，小多少也不能找，小就不行，不能找小的，小就不能找了吗？不能。哎我小。小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就得找一个大的，哦，岁数大的，年龄大的，人有老话说，老是说话了，什么老？老话说什么了？女大一抱金鸡，大二哎抱蜜罐，大三抱金砖，大四毕业了。哦，四年制。哎，你要找，你得找比你大的。大多少啊？别大太多。哦，也不太好。嗯，来个大60岁的。92老太太。20块钱，咱甭说92老太太，现在92老头都不好找，我不认识。你找一个双手基因好的呀。上哪找？爸妈吗？朱老师，哎，咱一礼拜了，差不多了，咱聊点我知道的。爸妈长寿之乡，长寿村。你看你有人知道吗？爸妈我知道啊。知道。那你们刚才给点反应啊。爸马好地儿的，爸马不是爸马褂知道吗？是吗？我直上不到，有点。你呀、啊，你我就找个岁数大点的，不耐就你不耐，他耐你就行。我怎么耐不耐？我没去，我们上哪儿找去呀、啊？你找那个富婆，你少奋斗多少年呢？多新鲜！92岁的富婆能看上我吗？就算真看上我了，我们俩结婚了，那房子、那汽车、那股票能给我吗？给谁呀、啊？你找的没孩子的呀？他都92了，那孩子岁数也不小了。这好事能轮到朱鹤松手里吗？你行吗？你万一给碰着了呢？行，你找着五八同城，你发誓。一会儿这我们俩就来擦玻璃的了，快说哪里？你别找啊！回去跟你媳妇念叨念叨。行，我准备找老婆了，媳妇儿。我就这媳妇儿挺好，我们俩过日子。跟他你过过一块儿去。红红火火。好不了。我走到病除，不是。好到明年。啊。就你跟他好不了，这小心不懂事儿。为什么呀？小心不懂人儿。他真的不懂。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。他有点活在自己象牙塔之中。对呀、啊。哎呀。小心他看不懂你。他知道。你长了92岁，他看透了你。对呀、啊。这小 X 光啊，这个。啊。对，你找这大 X 光啊。对，我找一堆草啊。
又现班，对，又现班，现班啊！你你找一小媳妇，多大了？你小小几岁？比我你小，小不了，小两三岁。小两三岁那都更不行了，两三岁都有代沟了，是吗？啊，哦、现在那差一岁一个事儿的。那可不，一个月就一个代沟。这么着呢？小媳妇，你就说吧。是不是总吵架？我们俩经常拌嘴。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有没有这事儿了？太有了。他们这都我都给你算得出来，昨天晚上拿起来了吧？我俩还博弈了。你小我你脾气大，这是给你媳妇打你大嘴巴。问手。给你媳妇打，夺门而出，一宿没有回家，对吗？对呀。灵不灵？灵，他怎么这么灵呢？在我们家睡了一宿。我去你的！谢谢您各位吧，感谢您。我每次来天津卫视演出就不好意思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呢？我这对不起人服务员。哦，我们正常十点就该下班，确实是每天都得演到十点半以后。哎，老给人拖堂，嗯，人家也不好回家。对，哪有人挺不合适，就是开车那边往回送啊。啊，我这车坐不了那么多人，我这车都是宝宝椅，都是宝宝椅啊，我们家人都是宝宝。对。是用彪哥的话讲，在衣食父母跟前，我永远是个宝宝。不可能的，我这看一个五十岁的男人，他怎么使这话？永远都是宝宝。彪哥，这爱看这玩意儿是吗？多恶心！在各位衣食父母跟前，永远是个宝宝。李鹤彪，76年的老男人，在台上天天这个模样，确实啊，人家甭说人家了，哎，简直有人把自己心态放低了，确实是，哎，显得自己更年轻了，哎，其实我们俩岁数差不多的，嗯，今年来说33了，啊，今年32，我们俩差一岁，那可不嘛，合作不少年了，老伙伴，主要是认识也早，对，认识早。嗯，包括人家这个家庭啊、事业，现在各个方面都很好。哎，我们真是太了解了。当然了，了解。包括近二年的朱老师在家里边，天天的真是研究作品。哎，每天就是听相声、学相声、说相声，好多的看书，包括爱看书，他爱学习。我乃神书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人家敢胡说八道，我人家知道的多。哎，我这具有后台小好记星之称。这东西都真老，大山做广告是吧？对啊，你看我不行，我有时候看不下去这些东西啊。打上学时我就不爱看书，就不行是吧？但是后来你说干这个行业了吧，确实得多知道的。那可不，多知多懂，得多了解一些知识。对了，哪怕你就说话聊天，嗯，你不懂的，你吸纳回来就是你的知识量。谈吐之中彰显文化，对，包括这个语言文化，嗯，因为相声本身就是说话聊天嘛，语言文化嘛，没错，地方的方言土语啊，这些语言方面的知识应该多了解，这些我们都得研究。对，你包括有时候来天津回天津演出了，嗯，经常在舞台上说天津话，哎，就是天津的方言俚语，哎，为了跟哎观众朋友咱拉近距离，还真是不外道。哎，有你比如说你要去国外演出，上外国了，就您刚才那些演员就是到国外了说些英语。哎，也得是拉近距离，对，拉近距离啊！而且好多国家的语言我也出去。您经常研究哪里的语言啊？你比方说，我比较擅长的啊，英国话，我英语，美国话，嗯，澳大利亚这些我都很擅长。这不都说英语吗？英语就不错，英语就不错，英语咱也会啊。包括之前前几年啊，包括媳妇儿在家里看这个。看电视剧哦，看这韩剧，韩剧看韩剧啊，他还老看这原声的哦，就是里边说的都是朝鲜话的那种，对啊，就是老看这个啊，有时候看这原声刚开始看不懂哦，后来呢也是学习，慢慢根据他语言环境，我慢慢学习就懂了，就会了，就会了，小天才，在生活当中一般用不着，一般起来用不着，对，但是你就。应付一些突发情况，万一有那个人，你真是过来跟打个招呼、聊天什么的，保不清楚了。哎，他一说就显得那么是吧？那意思到了。你像那会儿我在家门口吃早点，嗯，我就碰那么俩人，啊，说话韩国话聊天。哦，
别人听不懂，别人在旁边听着一头雾水，就我能听明白了。他们怎么说的？一个人俩人聊天了，水也是正常聊天嘛。啊，有根没有？夜里真的，一米的，我见思密达，思密达，今天思密达，也听你起思密达，日妈的！当时那么简单的小小对话，旁边人呢，哎呦，一头雾水，什么意思？你要稍慢点吧。就，有点怪是吧？有好多发音可能不太清楚，放慢一点音量就知道了。一个都没有，再慢一点。一个都没有，还得慢。再慢就听懂了。废话。就这个人跟那个人聊天吗？养狗了没有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养狗了没有？直译。那人回答他们：养了一条一米的。什么意思？养了一条一米的。哦。这还瞧不起他，一米的。一米的。我家有四米的。他们家有四米的。我四米的。居然有四米的。我哪四米的？两条两米加一起四米的。哎，去你妈的！骂他。